大家好，我是小多，我是念儿。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也是冬季过来的。没想到冬季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么漂亮啊，全是雪，给你们看一下。你看，白茫茫的啊，全是雪。以前只在视频上面见过绿绿的那种草原啊，这还是第一次见这个白白的大草原啊，全部被这个雪覆盖了。再等几个月，这个雪一化啊，那个绿草就长出来了，就特别的漂亮。我相信很多人啊都没有见过冬季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航拍给大家看一下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冬。记得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是有点冷了，哎呀，-30度的风景，值得你们点赞啊，朋友们。好了，继续出发，往前面出发吧。对了，这几天收到几个朋友的私信啊，问我们长期在外自驾旅行
有没有好酒分享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风云降伏酒，它是1964年茅台扩产两期试点下的产物。酿酒所用的窖池正是茅台厂长李新发利用茅台窖泥培育出来的茅源窖池啊。由于酿酒工艺和原料1:1复刻了茅台，加上价格不及毛子的1/10，因此被大家都称为平价茅台。如果把风云降伏酒和毛子放在一起盲品，我估计很多人都喝不出来谁是谁。好了，我们就继续赶路了，出发。现在差不多就是一望无际的雪山啊，跟雪山一样的。你看，这要是夏天过来的话，特别漂亮啊。看，哎，换成我来开吧。哇，白茫茫的一片呢。你看。这个路完全开不快啊，这路上全部都是冰。现在的话还有差不多200公里啊，到达阿尔山，然后再找个露营地啊，起锅烧油做大餐吃。早中饭随便还吃了点面包，又还没有吃饭，继续开。还有50公里就可以露营起锅烧油做饭吃了。找到了一个露营地啊，在一个停车场。这么大的雪，你看这后面东西没跑掉吧。就停这里露营了。今天上车。好，现在火已经生着了，是吧？着了，你看这么大的火，菜已经切好了。今天就做一个西红柿炒蛋，然后再做一个辣牛肉炖萝卜丝啊。哎呦，这个西红柿真的可以。大蒜搞里头，谢谢。西红柿炒蛋，牛肉炖萝卜丝。现在把这个萝卜丝放下去。这可是辣牛肉炖萝卜丝啊，超好吃，超好吃，真的好吃。嗯，刚你俩尝了，看，吃饭吃饭。肚子真饿了哦。对，来来来来来来。哇，我加这么多牛肉。嗯。哇，好吃。你喜欢吃鸡蛋炒炒西红柿的？好热，拜拜。好，我们继续吃饭了，朋友们啊。